好，西恩恩记者今天在小汤五的特别报道，搞不懂，我刚刚好像很紧张，因为听说今天是10月8号啊，18啦是我们那个陈其川还有我们这个大桃园小恶魔最伟大的一哥生日，今天唯一我们的班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一哥生日，一哥完全没有现身，大家都玩得很开心，没有现身，不要乱跑，真的都没有人，对，没有人提到一哥，对，曲终人散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讲一句，大家来跟一哥生日快乐，来，等一下，快点啊，跟一哥生日快乐啊！好，预备，生日快乐！好，为什么没找他？这里不要藏病毒。不好意思，班主自己说。家里有藏病毒的小孩最屌。不是，一哥说过家里有藏病毒的最屌，没办法。好了，那我们等一下把我们特制的霸王送过去好了，怎么样？啊，要送过去吗？好了，麻烦送给他，不然他记仇记背。